候，我们完完全全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姐妹。这个世界上姐妹的定义就是在一起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说一些无厘头的话。北京的朋友，你们好！突然间怎么就成最后一次 party 了呢？我觉得太多话要说了，怎么可能一个晚上能说完呢？到这一宫了，你会觉得姐妹们更亲了，就真的好像已经成为真正的姐妹了，就很不舍。这个100天好比在工作的岗位的好几年，我之后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。行，哎，快，我们太多年没有在一个集体宿舍相处，但这里边恰恰是你每一天获得重生的开始的地方。来到乘风破浪之旅快结束了，希望姐姐们幸福。拍张合照，来，1、2、3。哎，我们这前头挡着，周笔畅他们车永远过不来。哎，明白，一排，慢慢走，有本事穿越过我们，对，慢慢走，让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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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水，开水，让下，一会儿。我发现哈，就大家快乐才能把很多好的想法和要成真的事情做得更好更优秀，我们特别有自信。武功的话其实就是把自己最好最美的那一面然后展现给大家看。